我不取悦男人，让他们来取悦我。复仇，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。One day we will be remembered. 在动物世界里，我的智力还算上等的。老夫正在写部小说，就叫它《西游记》吧。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，是时候展开反击了。谁能挡我？手下留情。对不起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我会陪你度过漫漫长夜。陪你度过漫漫长夜，保持警惕，保持警惕。单挑。
光。